上狱之后，你诈生了死，再扎下去，大小姐闭气写封信，不是我说你这个皇宫小人，也配给我扎针灸吗？多嘴，这可是老爷花无端请来的医王，你把他得罪走，你赔得起？跪下，向医王赔礼道歉。你已经不是中间人了，给我滚！凭他也配？别等他跪下，求我！ 哎呀，看来那个小子说的是真的，快把他找回来！赶紧找他！小伙子，只要能救我女儿，让老朽做什么都可以。只要能救我女儿，让老朽做什么都可以。 啊，是吗？让中管家跪下来求我。老爷，这小子就是个打杂的。放开手，我的话都不听了。老爷，跪！小先生，是我有眼无珠。 给您赔罪了，请问您高抬贵手，请救家小姐吧。看你这么有诚心的份上，你还需要答应我一件事情。老朽不敢不从。等你女儿醒来，让她嫁给我，三年之后可以改嫁。你也需要去上京待上三年。啊，这。 翠玉，见你病情已好，我给你和吴恙办了酒，我要去上京了。明晚的酒会，你和吴恙去参加。吴恙，吴恙，怎么了，老婆？谁是你老婆？你个臭下人也配叫我老婆？ 你爸把你许配给我，我不叫你老婆，叫谁老婆？你。一个中年人，你配一个下人，你这酒会应该带来茶叶看的。什么？你个臭乞丐一样，也配跟我去参加酒会？你别后悔。你。 感谢您救了我，请问尊姓大名？哎，这本是我要送给我父亲的衣服，您救了我，请您一定要收下。不了。哎，请您一定要收下。 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好吧，那我收下了。对了，你有时间应该去做一下心脏彩超。你半夜三更心脏小偷的问题该注意一下了。您怎么？对了，我刚好带着这个回去把它喝了吧。好，谢谢。 我想，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你回来干嘛呀？去缴费。你浑身上下连个像人样的衣服都没有，做你的梦去！你别太过分了，钟灵，我是你老公，你下人也敢跟我造次，擦你的地球，你就非得跟我去给我丢人是吧？行，咱们走着瞧。 钟小姐，干杯！哟，钟大小姐，你那个下人老公呢？是没有脸带出来吧？早就跟你说了，只有嫁给我弟弟，你们钟家才能在苏城苟活。你什么阿猫阿狗也敢如此放肆？这就是你说的，让我走着瞧。哟。 你就是钟小姐那个下人老公，钟家赘婿吧？穿的人模狗样的，不还是个下人？钟大小姐就这个low品位啊！你在狗叫什么？来人啊！快救人啊！敢得罪齐云，我们钟家也保不住，少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赶紧滚！ 让开，我能救他。一个扫垃圾的下人，可真能吹呀、啊！他能救？吴神医，他一个下人，什么时候成神医了？我怎么不知道呀？谁给你的勇气，敢跟我恩人这么说话？ 吴神医，今天你想怎么办都行，我看谁敢乱来。要不是念在我有后生之德，我是真不想救你。那个下人为什么不早点救我？是不是想让我死？ 刚才说你狗叫是我不对，现在看来，你真是连狗都不如。齐家和我钟家是世交，你别给我惹是生非，不然我逐你出钟家。你，好大的口气呀、啊，钟小姐！爸，大人，大人，外公快不行了。 你就是要娶灵儿的下人，我的女人，你也配？子贺哥哥，就是这个丑下人，我爹非让我嫁给他。你这混账！我外婆还在那躺着呢，你赶紧让夫人救人啊！你别让他骗了！混账！一个臭扫垃圾的脏手能救什么人？莫不是天大的笑话？钟灵，你是我老婆，别再让我从你脏嘴里听到这两个字。 你再说，完了，男盗女娼真是令人作呕。钟父，就让这老太太等死吧。三年之约就此终止，快追呀！眼下只有他能救你外婆了。爸，你别让他骗了。你这混账，你就是他救活的。 你要是找不回来他，你也别回来了。爸，六，不要，不要，无恙，我命令你回去救我外婆。我当时是用自己的脑袋让开，无恙。 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叔，您在我这儿没有面子，你也根本不尊重我们之间的约定。废话，跪下！爸，伯父，
你给我滚出钟家！今天你不求得，无让原谅，你就不要给我那个爸。子贺哥哥，你跟我爸说说呀。伯父，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儿，烦请周先生不要插手。蠢货，你今天不求得无恙原谅，我就把你逐出钟家。爸，非要这样吗？罢了罢了，从此以后你我两清。他就是那个臭下人，竟敢用救人来威胁灵儿的婚姻大事。呸，卑鄙至极。骗子也郎中一个，外婆您可要为灵儿做主啊。没人，把吴亮给我赶出去，废掉婚约。我们的婚约就此终止，你也不用拦我。别拦了，他离开钟家就死在外边。我只是想行医救人，为何有些人就是如此眼界狭隘，冥顽不灵？吴神医，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吴神医，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上次让你去看心脏，你去了吗？我去看了，大夫并没有说有什么问题。吴神医，我们这样是不是有点进展太快了？五劳七伤，诸虚百损，你是不是有先天性心脏病？你母亲是不是也不在了？你怎么知道？你们这种先天性心脏病在18岁之前毫无症状，过了18岁以后，经常会在半夜三更心痛如绞，在25岁至35岁之间会经常惊厥，一般也活不过35岁。看你现在这个岁数，你母亲应该不在世。恳请神医救我。说起来，我们还真有缘。这种病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只是有一味草药，近乎绝技。什么药？对了，我忘了跟您自我介绍，我是万珍集团董事长安然。好，那你这么说的话，你还真有可能找得到。这味药就是龙纹草。龙纹草？龙纹草？因形如游龙，叶片纹路酷似龙鳞，因此命名。极阳之草只能在极阳之地才能找到。其实我这次来就是想邀请您做我们的首席医药师。这个事情再说吧，等你找到龙纹草以后再来找我。吴神医，我还没有您的联系方式，我不知道去哪里找您。那个，其实我吧还没有手机呢，至于我住哪儿，我也不知道住哪儿，就随缘吧。吴神医，为了报答您的救命之恩，请让小女子略尽绵薄之力，正好我要去参加一个饭局，
能请您赏脸陪我去吗？谢谢你啊。安总，也不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位先生是谁呀？各位，这位是吴神医，吴神医，这位是万科集团董事长张荣，这位是云创集团董事长李珠。今天我是和他们来商谈合作的事，您随意就好。这么年轻，神医，安总，您可别忽悠我们呀。就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可别被骗了。我安家怎么做事，应该还不至于让各位评判吧。今天我们谈合作，能谈就好好谈，不能谈的话，我们就先行告退了。不好意思，我出去接个电话，回来我们再继续。小子，我给你500万，离开安然。我给你1000万，跟我走，解包你。你们不会觉得我是骗子吗？像你这样的毛头小子，用神医称号招摇撞骗的，我可见多了。趁着我心情好，抓紧滚蛋，不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们两个说够了没有？说够了我可就走了。看着你们两个，真倒胃口。吴神医，我们出去吃吧，这些人的素质，不合作也罢。安总，你可别被这小子骗了，还神医，什么狗屁神医，你可别自讨苦吃啊，小心离不开苏城。张总，你有那功夫弄死我，你不如好好想，为什么自己总是力不经心，半夜闹虚汗。你少唬我！视力下降，脑力不集中，工作效率变低，易躁易怒。我没有。我本来还想给你留3分薄面，现在看来你是真不要脸。张总，你平时没少花天酒地的吧？肾虚的厉害。还有你李总，皮肤总是感染，身体乏力，视力变差，是不是？简直一派胡言，你少在这放屁。坐下，你敢动吴先生一下，我就将你们李家在苏城除名。典型的双线情感障碍。放屁！不承认没关系，确实不能受气啊。吴神医，你说的没错，我的确有病。情况比较复杂，肝气郁结。那怎么办才好？好办，把手给我。我感觉神清气爽，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吴神医。针灸只能缓解。进来吧。这是我用上好的败酱草、香菇、灌种、红花茶叶制成的，适合免疫力低下、有化学性肝损伤的。对肝脏特别好。谢谢你，吴神医，我每天都会喝的。但是你的皮肤病还需要别的。还需要什么？只要您开口，多少钱都不是问题。这是我用藕粉、莲子、银耳、茯苓等等研制出来的，是去除湿气最好的选择。吃一颗，你的皮肤病就会由内而外的解决。哎，吴神医，我确实肾虚，我还年轻，我不想这么早就废了呀。用银阳藿八几天，鲜毛肉从容，五谷脂入药调理即可。哎呀，哎呀，多谢吴神医呀、啊。
对了，我看你是不是还有脱发的问题？哎，对对对对对，哎呀，我经常脱发呀，我总睡不着觉啊。我还年轻，我不想这么早就废了呀。没事儿，这是我由品质极佳的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桑葚等制成，每天吃几块啊，对头发特别好。你也会像我一样，头发又黑又亮又浓密。不知道吴神医愿不愿意来我们融创集团？职位随您选，薪资你说了算。吴神医，你别老听他们嘴上说，我这里有定金500万，来我们公司。3000万，无论你来或是不来，这钱都归你。各位，是不是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安总，公平竞争，良禽择木而栖，对吧？对呀，你们想找我的话，联系安小姐就行了。李总、张总，合同签下吧。合作愉快。走，请你吃饭去，吴神医。实在抱歉，今天让你不开心了。没事儿。对了，你上次说你没有智能手机，你先拿着用。不用了，谢谢。你不收下，我怎么联系你啊？好吧。龙纹草找到了，行，送到我海边别墅就行。吴神医，龙纹草找到了，正好我那还有个空房子，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先住进去。好啊。那我们走吧。吴神医，你看一下对不对？对。按照我这个方子上去抓药，早晚各一次。谢谢吴神医。怎么回事，王管家？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子，大小姐怎么能轻信他呢？放肆！这是我好不容易请来的神医。大青姐，一个江湖郎中怎么可能随便给别人开两方呢？快说，我们见你这么大，还这么信任你？混账！人家的贵客你也敢撒野？大青姐，这是你十年，我被骗了，我给您的双眼啊！你有病？就说屁话！我是说你的哮喘。你怎么知道？我不但知道你有哮喘，我还知道你每天晚上做噩梦，你经常梦到一个女鬼吓唬你，然后半夜睡不好，对不对？天哪，你怎么知道？你摸一下你自己左手的脉搏，看看你的尺脉都到哪儿了，这就是病根。吴师爷，我的病要不要紧？有没有问题啊？坐下。你的那些哮喘药都要少吃，吃多了会伤肾伤肝，还会掉头的。我感觉一股清流进入了肺里，我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好。吴神医，我之前有眼不识泰山，我以后一定尽心尽力服侍您。好。我就说过，我看上的人怎么会错？是。对不住，吴神医。煎药去吧。
吴神医，药我喝完了，是不是可以去我公司入职了？走吧，走吧。各位，这位是我花重金聘请来的首席医药师吴耀，吴神医。安总，没开玩笑。安总这么迫不及待给自己的小男朋友走后门啊？你们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和你们开过玩笑？一个小白脸还要当首席医药师？哎，我说你在家舒舒服服的被安总包养不好吗？你放什么屁？你们真当以为我傻？和硕、云创、万科那几个老色鬼丢给我，是不是以为我死定了？可惜让你们失望了。要是没有吴神医，我的确哪行？就凭这个小兔崽子，就他那样卖色相，我都嫌他喜欢酸。哦，难怪安总看不上公司那哥几个，原来是喜欢这种小白脸啊！我说你们几个老鬼，是不是年纪大了以后就想着机会也试试？完了你了！别说你现在还不是首席药师，就算你是，也只配给我提薪。安总，这就是你带来的狗。来人，把它给我轰出去！我看谁敢动！安然，你是大股东，所以我们敬你，但你也别什么阿猫阿狗都往公司里带，你也太不当分了。就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也想当万金的首席医药师，真是太可笑了。韩总可真是不容易啊。你什么意思？天天咳血，还为了工作瞒着病情，生怕别人抢你的位置，是不是家里面有个不听话的小子呀？你还有你，颅内血管畸形，再加上抽烟酗酒，逆不久矣，还在这兢兢业业的工作，可真是让我吴某佩服。你说我死了，信不信我割了你的舌头？怎么？你想干什么？我可没有病。你是没，可你的基因有缺陷，看你这年纪，你孩子也快病发了吧？什么？你孩子最近是不是经常头晕、乏力、腿脚发软，还总是发低烧？这你是怎么知道的？是白血病。白血病？那这该怎么治才好？是白血病。白血病？那这可怎么办呢？怎么这么容易放荡？这个季节小孩子发烧不是很正常？对呀，臭小子，可不要随便忽悠我们。正常发烧会持续不断，皮肤会淤青吗？淤血会血流不止吗？我劝你们还是不要不当回事儿。别听他放屁了，赶紧把他轰出去。韩总，您就继续动气吧。您一倒台，您的孩子就彻底完蛋。不学无术，什么本事都没有。你说，这个将来再试试怎么办？你，快认命了！对不起，是我没提前打好招呼。能不能请吴神医大人不计小人过？你个骗子，做戏倒是做全套呀。耽误了救助时间，你就等着吃牢饭吧！你给我闭嘴！别把吴神医治根，出了事儿你也吃不了兜着走！你别把吴神医治根，出了事儿你也吃不了兜着走！你臭娘们！安静。淤气之血一定不排出，韩总可要少动怒。是韩某人狗眼看人低，以后在公司全凭吴神医差遣。要不是看在你孩子的份上，我就让你走。我该死，我该死，是我有眼无珠，还请吴神医救救我儿子呀！去，给安然跪下道歉。安总，我以后再也不敢对您使坏了。吴神医，
您看这样可以了吧？不够，你把你的股份都给万言。吴正义，您这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呢吗？你把你的股份都给万言了。吴正义，您这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呢吗？我是在开玩笑。你孩子的事我也是开玩笑的，你多回去陪陪他吧，最多就只有一个月吧。别别别，吴胜一，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这行了吧，陈总？安总，准备准备合同吧。至于你嘛，你们两个狗男女，狼狈为奸是吧？告诉你们。我才不会上你们的当！呸！行医者，应当与做为事，但真可惜了，我不是少女。你给我去死！这就好了，大股东应该有第一受益继承权吧？这就好了，大股东应该有第一受益继承权吧？是，可是吴神医。这么不管他，他真的不会死吗？要不还是救救他吧。真是麻烦。大老板既然说救，那我就当一回兽医吧。吴神医，是不是情况不太好？脑出血，休克。吴神医果然又咳嗽了。且慢，脑出血不可擅自挪动，等他自己醒来即可。把他送走吧。来人，他这是啊，我尽力了，能恢复到什么样子得看他自己造化了。吴神医，他好像叫你啊。行了行了，感谢的话呀回头再说，您先回去好好休息啊。哎呀，吴神医，那是我儿子的事啊。你儿子的事得先找到溶血草再说。溶血草？嗯，等找到了以后再说吧。我也会帮忙的。谢韩总，谢韩总。老板，我办公室在哪？跟我来吧。你以后就在这儿怎么样？想来就来，想来就不来。还不错。马上到晚餐时间了，我给你办个欢迎会，你愿不愿意去参加呀？你希望我去吗？当然了，吴神医能赏脸，那真的太好了。走吧。三年了，吴恙，你个骗子！你不是说我活不过三年吗？陆帅，快被美女送我去苏城找吴恙。是。各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吴耀吴先生，以后吴耀先生就是我们万珍的首席医药师了，大家掌声欢迎。安然，你过来一下。爸，怎么了？你是不是想气死我？我没有啊，我哪里惹您生气了？说你长了个神医，居然是这个毛头小子。爸，他真的是神医，他救了。安然，我念你最踏实最稳重，将公司交给你，你现在既然滥用职权安插你的小白脸。爸，您听人把话说完行吗？吴神医在我眼皮底下救活了不少人，我都是亲眼所见。我看你是被他托给骗了吧，他的出身来历你知道吗？他之前是钟家的下人。什么？真想气死我！居然是一个下人。爸，不是你想的那样，他真的……
你给我住嘴！听说他是被钟家赶出来的。爸，是钟家之前狗眼看着你。吴先生他一下就看出我妈是因为心脏病去世，而且我也有先天性心脏，我的病就是他治好的。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小伙子，有好手段，居然利用我夫人的去世来骗取我女儿的信任。爸，你别瞎讲，吴先生。安老先生，我敬您是安然的父亲，我比什么敬。您再动手就不合适了。混账！来人，来给我轰出去！爸，走！爸，老爷子，只要您不打安然，我自己走。我怎么管教我的闺女，还轮不着你个下人指指点点。你现在给我滚！要不然我当你的面打死人！但愿你不后悔。给你个臭扫垃圾的下人，跟我滚！喂，他给我住这儿打上了。什么？吴神医，吴神医，三年前是我谣言无主，我求求你救救我。吴神医，百医提到，还请您救救我们家杜帅吧，我们会立刻为您解除三年监狱。你当年不是很清楚，让我三年背井离乡，不能回到上海。我错了，吴神医，你救救我！我错了，吴神医，你救救我！杜帅，杜帅！吴神医，三年禁令已经解除，我已经为你申请了神州龙帅的职位。龙帅大人，还请您跟随我们回上林九十吧。不然，我已经答应安然留在他的公司当首席医药师了，是吧，安老？是。我刚才听见安思健对您不敬。吴神医，我错了。是我老眼昏花，我口眼识人低，求求您放过我。您看他安家也没什么存在的必要。算了。算了。看在他是安然父亲的份上，我就饶你。滚吧。是，我这就滚。阿金，阿金，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我原先是吃鸡肉过去的，老师是猪。啊，吴神医，求求您快快救救裴琪吧！不，毒入骨髓了。啊！大娘，吴神医。你这是为了什么神药？家父，什么？统帅大人，我裴琪何德何能，能配得上您这仅此一颗的祖传神药？你的命也是。吴神医，您真的不和我们一起回上京了吗？不。那你有事随时联系我。我们走吧。杜帅大人，裴琪我不情之请。说。我跟了您二十多年，从未提过任何要求。裴琪，你就跟随卢帅大人。裴琪，你爸爸起来了。吴神医，我就先行告退了。
上京的温帅来了。三年前，我就断定了丁丁必定性命比他暴怒之下将我赶出了上京。他扬言，他若三年之内没死，这辈子都不到上京。原来如此，我送你回去休息吧。什么？吴神医，求求您救救我爸！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人一回来他就晕倒了。妈，吴神医，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父亲。妈，你是谁？别敢动我父亲。弟弟，别叫我弟弟，走开！一个毛都没长齐的臭小子，别敢在这儿装模作样的斟酒。弟弟，这是我请来的吴神医。他顶着张小白脸就把你给骗了，你可真是还天下之大忌。小姐，阿庄也请医生到了。医生先生，请您救救我父亲。没什么大碍啊。且慢，安思剑是惊惧过度，导致惊心内的损伤。你这一针下去，他必会心肾俱死。不是我说你是谁呀？哎，我跟你说，我行医的时候，你还在你妈娘胎里呢。哎，我跟你说，我说话的时候能不能你插嘴？嗨，你回家把他变成红军队。我自己能走。安小姐，恕不劳烦。哎，不是你。爸还在这躺着呢，你去哪儿？哎呀回去叫我父亲，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你别不知好歹，难道不成你还想让我下跪求你？你心里说的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好啊，那就让你那个爸变成个死耗子。给我打！住手！对不起，吴神医，求求你救救我吧。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人人都说你们安家家风清风寄雨，今日一见，不过如此。因为自己的狂妄惹出了祸端，让你姐姐来承担。安少爷，长这么大了，还不知道怎么求人吗？你给我滚！难道搬出整个书城，无人能救我父亲？滚！我拭目以待。少爷不好了，老娘有呼吸了。啊！吴神医，快回去救我父亲，我对不住你的。吴神医，求你不计前嫌，快回去救我父亲。快，吴神医。安小姐，上次治你心脏的龙条放在了。嗯，好。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你可别是骗我的。爸，您醒了。龙帅，是您救了我。龙帅？什么龙帅？爸，上京龙帅在此，谁敢造次？胆敢直言龙帅滋事！上京龙帅，
龙帅为了你才留在苏城这样一个弹丸之地，你却接二连三的给龙帅惹麻烦。对不起，裴琪救下来时还请龙帅做法。裴琪，动谁都可以，不许动你小姐。道歉。是，裴琪知错，琼安小姐恕罪。不，本来就是我没做好。请问龙帅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安小姐，还找我有什么事吗？吴先生，您先回去休息吧。明天我接您去苏城最大的医药集团齐家谈话。这是齐氏集团在建楼盘和光成月的债务说明。没错，走吧。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被钟家扫地出门的下人赘婿吗？安总，怎么天天和一个下人待在一块儿？全苏城难道没有男人了吗？我万真今天是来诚心谈合作的，希望二位同样抱着专业的态度。专业，安总带一个小垃圾的来，这叫专业啊？安大小姐一个美女，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倒不如跟了我一起享受享受。哪还用得着亲自出来谈业务啊？你们别太过分了。吴神医是我好不容易请来的，他现在是万真的首席医药师。一个臭小垃圾的，早成神医了。安大小姐。莫不是真像传说中所说那样胸大无脑吧，这么好笑的把戏都能上当。那安大美女就喜欢小白脸这种。哥哥年轻的时候也秀气。安大美女要不要也叫我一声神医哥哥呀？笑够了没有？你一个小垃圾的有你说什么话。齐云，你别太不知廉耻了，上次还是吴神医亲自救了你，你的良心被狗吃了。我那只是晕过去了。谁他妈扎针不会疼醒？就是，我听说令尊最近身体抱恙，一个同为董事会成员的兄长早已经水火不容，有些事情上不了台面，你想找个人帮你去做，对吗？你怎么？齐总不放有话直说。我哥的进出口贸易公司现在缺钱，我希望能跟万真合作，趁机做空他，让我哥背上债务，失信于齐氏董事会，这样董事长的位置自然就落在我手里了。我还以为你们这次请我们万真请来是谈一次真正互惠互利的合作。你什么意思？你们投进去的钱到时候都能收回来，而且做亏公司的利润我们可以五五分。我跟你一个下人有什么好说的？安总是看不起我。齐总，吴样他不是下人，他是我司重要级人物。行吧，安总，这个公司的财务状况我只跟你一个人看，做空公司的股票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情。我听说你兄长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外国经商，那里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瞧，我在外国刚好有熟人，如果我有心的话可以帮你打听你兄长的弱点。你之前不就是一个下人吗？你在外国能有什么熟人啊？你的意思还有更好的办法？没错，做空还是慢点，如果他能被拘捕才算是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你说呢？那是我亲哥，我父亲不会饶了我的。恐怕按照令尊现在的身体状况，清醒的时候是越来越少了吧。兜了这么大一圈，我还以为安总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说到底就是不想出钱罢了。既然如此，我们也没什么好聊的，带着你的下人滚吧。齐总未免还是太天真了吧，盗取外泄外国公司的机密文件恐怕是要坐牢的，传出去又会怎么样？这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战斗，如果他不入狱，那恐怕入狱的就是齐小姐您。你威胁我？你一个下人，你敢威胁我？
齐总，你先别生气，我倒是有个办法，你不妨听听。其实在几年前我就购置过贵司的和光城月楼盘，后来了解到那是齐总您主导的项目，我想这件事对您的名誉多少有些。我安家在各行各业的人脉都比较广，听说令尊这次身体暴病，把很多项目的扫尾问题都交给了你，这一定是对你的考虑。听说令尊这次身体暴病，把很多项目的扫尾问题都交给了你，这一定是对你的考验。所以你什么意思？所以我建议让我来帮你处理掉那些项目的债务问题，这样你可以向令尊证明你的实力，也好向董事会证明你的决心，好堂堂正正的获得支持。你确定可以？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安小姐，你可比这个臭扫垃圾的要通情达理的多呀。在通情达理方面，安小姐确实远胜于我。齐总，请慢。吴神医真的太厉害了，我原以为你只会医术，没想到经商你也有一套。开心着，我的蓝宝贝，你老公过来了。我的天，谁呀？这人手法好像是小狗，你说我夸大。你谁啊？老婆是谁啊？我是他老婆。你放屁，安是我老婆，你哪来臭尿酸？我们都住在一起。不可能，不信，像你这样臭尿酸我见多了。老婆，这怎么回事啊？我们的确住在一起。不可能，不可能，你一脸穷酸样，安怎么可能看上你？你给我滚出去！现在请你可以滚了吧？还我在那儿。你等着，我一定让你后悔的。那个。刚才谢谢你啊！哎呀，嗨，小事一桩，没什么事。晚上我送你回家。好了，那我先走了。深夜有人跟踪我，别人都出来找我，我有点害怕。你先别慌，继续往前走，我现在就过来找你。怎么回事？我刚才看见有两个人一直跟着我，然后我就赶紧让路甩开他们来找你了。不认识吗？不认识。又是你这个臭小白脸。陆胜，竟敢在卢帅面前放肆，赔钱就宰安氏。请问此人如何处置？来的刚好，把他衣服扒了，扔到那个荒地里去，让他也尝尝臭屌丝的滋味。别别别，龙夏，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敢动我吗？废什么话，赶紧滚！你现在就别回去了，我看那帮人还会报复你。那我就睡在隔壁。我带你去。我那个房间浴室不出热水了，你能帮我去看一下吗？好。你要的扳手。明天晚上
你跟我回家商量一下订婚的事怎么样？上次没去。没关系，上次的确是爷爷做的不对。喂，郝总，您怎么？安总，最近忙什么呢？您找我什么事？你现在在哪儿呢？秀园路。正好，来天可以找我一下。哦，好吧。谁啊？苏城首富郝家大公子。你好像有点怕。他之前一直追求我，后来强奸未遂进了局子。走，赴约这个送礼，有我在。安娜美女，没想我这么快就出来了吧？郝总，你今天是来找我谈什么事？哟，还带个小白脸，哥哥我不好慢，不带个小美女，两个多有意思啊！是啊，安娜美女，过来。趁我还有耐心，你给我过来，好好伺候伺候哥行。哥哥们一高兴，也许就能饶过你们安家家口。哈，是不是？就是啊，让哥几个爽够了。嗯、站住啊，小哥俩！你知不知道爷爷我是谁啊？我腻歪，你真跟爷想活着出去？你膝盖严重的时候，连路都走不了。什么他妈乱七八糟的！一到阴雨天，你就会浑身。呼吸困难，浑身溃烂，对吗？常年在阴暗的牢房，皮肤病和风湿病一直在折磨着你。我说的对吗？是有点用，爷爷我今天照样出了正门。郝总，你的病再这么走下去，就会全身溃烂而死了。郝总，这位是吴沈怡，你要是有话好好说的话。吴神医会医治你。吴神医？你说这小白脸是吴神医？爷爷我还上您不帅呢，真能扯淡呢。吴神医，我们走。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他奶奶的，真有两下子，爷亲自出手弄死你！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去吧，得逞。今天多亏有你在，你看他们那个摄像机摆的位置，我真的不敢想他们会做什么。有我在，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嗯。咱们回我家吧。好。王新一被中将占领了，鼓掌。龙帅，为什么？安老坐吧。你们也坐。龙帅这次大驾光临是有何贵干呀？爸，我想嫁给吴神医。啊，好事儿，爸。哪来的野草？你挺想娶我家安安？奶奶，你就是吴神医是吧？听说你之前是钟家的赘婿，被赶出来了。奶奶不是那样的，是钟家狗眼看人低。住嘴！你跟这种事情混得待久了，满嘴都是醋米之言。你一个下人出身，还是二婚穷鬼，就你也配娶我们家安安？我跟钟家只是形式，并未有夫妻之实。你说没有就没有，你油嘴滑舌的把钟家和安安骗得团团转，你以为我是吃素的？干什么？你也老糊涂了是吧？奶奶，吴神医在之前救
过我爸的命。你不说这个吗？什么人都能往家里领啊，什么人都能给你爸看病。奶奶，吴神医他真的是很好的人，他在我眼前救活过很多人，还有我们公司的股权，何硕、万科还有骑士他们的合作都是他帮我谈下的。好啊，你现在满嘴谎吧。从今天开始，我关禁闭。哎呀，奶奶，您这是做什么？龙帅真的是救了我爸的命啊！啊，你们现在一老一少的，都被这个臭小子给洗脑了，是吧？你现在给我滚出来去！奶奶，妈，您怎么了？奶奶，奶奶您醒醒！妈，您怎么了？奶奶您醒醒！奶奶，吴神医，救救我奶奶吧，我什么都愿意给你。你们等我一下。求天神龛，助我快速渡劫，恢复至尊上古神力。刚才老太太已经意识想带进北门关了，我动用了亡灵之气才把她帮拉回来。啊，亡灵之气，那龙帅您岂不是要找反噬啊？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无妨，以后不再用就是了。吴神医，是我以小人之心得君子之腹了。喂，老太太，您多注意休息，我回头再来看你。哟，挑个活到吉日，我还没有看到你和安安成婚呢。奶奶，您同意了。老太君，您放心，我一定会往生带安安的。你喜欢什么样的婚礼啊？海边婚礼还是森系婚礼？你喜欢哪个？海边吧，奶奶身体不好，苏城的海也不错。同意你。大小姐，二酒店的酒宴已经订好了。好，知道了。那咱们去订一下礼服吧。好啊你，原来你就是出轨了这个女人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各位，这个男人叫吴样，以前是我钟家打扫的下人，
后来娶了我没多久以后就跟这个安小姐好了。搞什么飞机啊，啊居然是个下人啊，我就说嘛，这个小白脸就没得好东西。你胡说，明明是你们把吴恙赶出钟家的。你们这对狗男女，一个是图安家家大业大，另外一个是图吴恙的医术可以为你所用，你们两个就合起伙来欺负我们钟家小门小户。你血口喷人，简直不可理喻。各位可一定要给我评评理啊，我都不知道是哪儿得罪安大小姐了，我们钟家就要被她给这么羞辱。自从安家还有骑士集团合作以后，我们钟家就跟骑士集团断了一切联系。你们这种手段简直卑鄙至极。就是给大家一个交代啊。对对对，赶紧给大家一个交代，你这个小白脸还玩得这么滑，赶紧给我滚出去。滚回去扫垃圾吧。搞什么？各位，什么东西啊？先看一下这个吧。哦呦哦呦哎呦，哎呀这些都是假的，都是你合成的，别拍了，吴恙。想必各位也看到了，这个监控上的日期时间在那个时候，我跟眼前这位钟小姐还是合法夫妻，所以究竟是谁婚内出轨，不言而喻。你别拍了，钟小姐。你搅和了我和吴恙的订婚宴，就想这么走吗？不解释一下吗？我错了，是我看吴恙医术高明，又娶了比我更有钱的安家小姐，我心生嫉妒，是我对不起吴神医还有安家小姐。别拍了，求求大家别拍了。哎，你们快看股市，中氏集团停板了。这个中子户、骑士集团，这个五个也得到了重创。这个周子户骑士集团这个股票也得到了重创。这也太快了吧，怎么回事？哎呦，来了，快叫救护车啊，赶紧救人呐。龙帅，对呀，这个人不值得救。哎，龙帅，这就是上级那个龙帅。哇啊！救人就是救人，难道救人还要分三六九等？你为什么要救我？上京龙帅在此，都跪下。龙帅，今天的事谁要是敢透露一个字，死。来罗，大家都起来吧，今天是我们的订婚仪式，我不想弄那么难看。非常抱歉各位，为了给大家表示歉意，我们将赠送每人十万现金。哎呀，谢谢老板，老板太客气，哎呀，太年轻了，谢谢你。没想到我还有情敌呀。你老婆我那里。琪琪，这么晚打电话什么事儿？什么？怎么回事？怎么股票都……是郝家，一定是郝家。
话。喂，安然，你怎么又得罪了郝家的人呢？爸，是他们想……你住嘴！你把郝家的唯一一根公庙给踢废了，你让咱们家怎么还在不成婚呢？明天马上就来道歉，万臣马上就要破产了。为什么郝家总不放过我呀？是你把我儿子废了的？是我。不是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够了，没空听你们卿卿我我。就是你，对，跪下！你放开！都是我干的，是我把你儿子腿踢废的。大的，老爷让你说话了吗？再有见识，碰他一个试试。够了，够了，在我面前大呼小叫。把他胳膊给我献一个！上京至尊龙帅在此，看何人敢造次！请至尊龙帅吩咐。把那个管家的人给我抽了。是。道歉！对不起，安小姐，是我该死。龙帅，那个老头怎么处置？龙帅，龙帅，你毁了我儿子一辈子，我要杀了你！大胆，竟敢用上京龙帅，有几条狗命？救我！跪下！跪下！你要是再敢乱动，我现在立刻就杀了你！请龙帅处置。我可以治好你儿子，但他得一份契约，把股权全部转让给安然。你胡说！你个江湖骗子！我花3000万请的，一切都说治不了了！管好你的脏嘴！那就让你儿子废着吧。你郝家绝后，我还是有办法通掉你的公司。真的能治好他的病？同样的话，我不想再生第二个。那好吧，跟我走，我带你去。你别拽我。老爷，大少爷已经2000公斤不喝了，咱下去不是办吗？怎么办呀？臭娘们，我要杀了你！放肆！你如果想断子绝孙的话，什么意思？他说能治你的病，他一个下人开什么玩笑？爹，你是不是也老糊涂了？我一个1000级的活神仙，我都说治不好了，你一个连毛都没长齐的小子，竟敢口出狂言！住嘴！你个逆子，眼下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来吧。恭喜龙帅解除封印，渡劫成功，
裴姬恭贺至尊龙帅归位。老朽惶恐，之前不知道您是至尊龙帅大人，求您放过我吧。回头让他多吃点动物内脏补一补。爹，我好像不疼了，晕血痛开了。至尊龙帅大人，是老匹夫老眼昏花，居然还想对您下手，我真是该死啊！如果他再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我能救他一次，也能再废他一次。是是，老师指教的对。来人，老帅教训的是。嗯，大老爷子，该兑现承诺了吧？什么东西？你就签了吧。股权赠与协议。爹，亲，这怎么回事？把股份都给安澜，咱们王家不垮了吗？这个孽障，还敢跟我大呼小叫，都是因为你，你的命根子能保着就不错了。想想亲，来人，我们走。总，这是骑士集团送来的谢礼，邀请你们参加今晚的任职仪式。好了，看来他已经顺利拿下骑士集团董事长的位置。走吧。走吧。让我们恭喜李总荣升骑士集团的董事长。今天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是他在别人教唆我用脏手段上位的时候点醒我，是他让我意识到和光全月所犯下的错误需要弥补，如果没有他，我也会以德服人兼任董事长的职位。我要宣布一件双喜临门的好事，我和万珍集团的首席医药师订婚了。什么？那个男的前几天不是刚和万珍的安总订婚吗？李小姐，请问是谁教唆你？就是站在我魏方松身边的那位，他竟然要我去扒我兄长的黑料，企图让我兄长入狱。我兄长做事堂堂正正，又怎会有黑料？你胡说八道什么？哎呀，真是的，太坏事了。魏婚夫，我知道你一直不想曝光咱们的关系，所以找了个替身假订婚。但是今天我接任骑士董事长，安总在你的帮助下也连续吞并了苏城的几大集团，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咱们的结合在苏城无人能挡。你，我和我的未婚妻每天如胶似漆，我不知道我和你之间又有什么交集。不要，你下人是不是穷疯了，看上安然的前线反悔了？吴先生，真的是因为现在外面集团的实力雄厚，你不敢承认假订婚的问题。哎，下人就是下人啊，哎呀，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不就是一个扫垃圾出身的人吗？不要，你别硬撑着了，就你那点下三滥的手段，大家都心明眼亮。你要干什么？哟，你们还挺入戏啊。说够了吗？竟然敢打我，不要。打你又怎样？既然攀上安然就翻脸不认人了是吧？大胆！竟敢污蔑上京至尊龙帅！上至尊龙帅，上京至尊龙帅，龙帅，
你可是得罪龙帅，死路一条。请龙帅下令。打算他说实话为止。是。让他心口雌黄，让他污蔑上帝之尊龙帅。快说。你说。我说。是我骗了大家。我和龙帅大人根本没有订婚。龙帅大人和爱人还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齐总，你为什么要骗大人？说。是我发现龙帅大人特别有能力，所以我就想让他为我所用。是我该死。齐总，其实你把这个留了很多所谓，还可信吗？齐总，你以后还退位吗？都滚开！龙帅大人，我不嫌疑，救我！不愧是至尊龙帅呀、啊，以德报怨的是啊！哎呀，令人敬佩呀、啊！长毒三奥汤，别放任不管。您接连救了我两次，您还能救我？我实在太不是人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们走吧。什么？齐氏集团易主了？齐氏集团是不是齐云的哥哥接手了？不是，是从上京来的一个富豪，居然又和钟家联手了。想要收购万真？几点？我知道了。刚助理打电话跟我说，明天齐氏集团要来谈收购万真的事。不对劲儿，你看看股票。这是我爸，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齐氏集团动手了。喂，爸，我知道这件事了。我会处理好的。现在可怎么办啊？苏城地处南方，气氛湿润，每到阴雨天前，这里的居民就会吞风湿骨贴祛风散寒。是这样的。齐氏集团几乎垄断了风湿骨贴最重要的一位主要齐蛇，股民们风声鹤唳，看到苗头不对就早早的跑开。不光万真，整个医药界都受到了重创。原来是这样，那你刚刚说几乎垄断的意思是，你有办法解决？我不光有解决办法，还有办法反击，就要看你想不想要了。我未婚夫那么厉害，做什么我都听你的。接下来，你就放出齐蛇短缺的消息，然后宣布不再生产风湿骨贴。好，但为什么这么做？这样的话，不就是认输了吗？自然有你好戏看了，咱们今天先睡觉。好久不见呀、啊，吴阳。你还有脸在这混呢？安总，这是齐氏集团开出的条件。哦，不对，现在应该改名叫赫拉姐。一个亿你就想收购万真，你在做梦吧？你们一个市场估值8000万的公司，我们已经很给你们面子了。做你的梦去吧。安总恐怕不知道吧，苏城所有的医药集团出售的全部都是风湿骨贴，可你们已经宣布不做了，消费者根基不稳，我想你应该很清楚这足够置万真于死地了。呸，
无耻，一帮卑鄙小人，卑鄙小人。说起卑鄙小人，你身边这位应该更熟悉吧？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就勾搭上了，看到你更有钱就跟着你跑了。吓人就是吓人，见风使恶，墙头草。你再用你的脏嘴说他一个试试。吓人就是吓人，你活该一辈子活在垃圾堆里，还嫌上司不够丢人现眼，还想找死是吧？你安大美女，火气真大呀。子贺哥哥，这个臭女人她打我。周董，好久不见，别来无恙。你还是那么让人觉得……呸！你这个臭垃圾，怎么总是阴魂不散呢、啊？你不过也就是齐家的一个走狗，齐家都倒了，你还在嚣张什么？安总恐怕还不知道吧？这位就是从上京来的周氏公子。什么？美姬，你们还有得了美？没有的话，我跟我老婆就成婚。你个臭扫垃圾的，给我把嘴闭上！就是，哪有你们说话的份儿？你再多说一句，信不信我把你的脸打成猪头？安小姐，搞清楚你的位置。现在是我们来收购你，还真把自己当高高在上的大小姐吗？一个丧家之犬，一个忠心奴仆，你们两个还真是般配。你一个意思吧，我们签了。你疯了！早这样不就对了吗？这一个亿估计够你们生活下半辈子，不过就是要无恙偶尔捡垃圾补贴一下咯。哎呀，一想到安大小姐以后要靠捡垃圾过日子，我这心里啊还有点于心不忍呢。子贺哥哥，你可怜他干嘛呀？人家可是有一个吓人老公，不离不弃呢。是是是，我呀还是最心疼我们灵儿妹妹。裴琦，现在宣布龙耀集团分公司正式入驻苏城。你说什么？你说龙耀集团？上京那个龙耀集团？雪莲髓的宣外可以开始。雪莲髓？那个拿天山雪莲做的？开什么玩笑？你卖这个谁买得起啊？吴耀，你疯了！雪莲髓的价格你居然卖这么低！一时亏本，能打开整个苏城市场，并且站稳脚跟，长远来看也是稳赚不赔的买卖。怎么可能？你一旦开始停止售卖，那些客源还是会流失的呀。所以我卖雪莲髓的同时，会附赠一份同样去世的无国寄生丸，捆绑销售，他们就会觉得无国寄生丸一样好用。这个下人，你还真是个奸诈小人啊！你一般一般，比起奸诈，还是你们更胜一筹。哦，对了，从今天起，你们可以大力生产老牌的风湿筋骨贴，没有人跟你们抢奇蛇了。搞不好你们那个叫什么来着，赫拉集团，可以申请马字号了。不愧是我老公。你刚才叫我什么？老公。呸！你们下人，下贱的人只会用下三滥的手段。什么？一个废物！哦，赫拉集团破产了，完了，全完了！废物！哎！我要杀！啊！该死的！生意成功，不分黑白。
真的抢不住。周总，你看，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再把这单收了。我原本以为韩然的万真集团能在短时间内扩大这么多，突然凭运气好。 没想到真的是你在北美，何素云。那你也别隔夜太早。记者快把我电话打爆了，说都要采访你。但他们说我没空。奇怪，怎么没人打你电话？什么？有人抄袭我们的雪莲髓，卖的还比咱们低。什么公司？ 叫上联系我了，我先去一下。吴董，吴董，安总被绑架了，要求您下架雪莲髓换人。什么？臭娘们，给脸不要脸！放开他！操他妈，这个下人来了！吴董，又见面了。我以为你上次惊醒过了，小人就是小人。吴董，还是你说的，生意场上无论黑白，论情论。 难得一个下人不是这话，不过这句我喜。别废话，说。什么条件？把你的股份给我，还有你名下所有的产权权。哼。安大美女，话要说完。不要，别听他的。挺好看的，一张脸。 怎么老是天天满嘴跟粪呢？你再动他一下，我让见不到明天太阳！<笑>一个下人出身的人，连给我替鞋都不配，居然还说给我见不到明天太阳！吴董，要事业还需要美人，你自己选吧。糟了，怎么回事？咱们这雪人髓出事了，是出人命了。 啊！我早就知道会出事，不是你出了做主意，都是因为你。住手！你当时不也在吗？住手！我没空看你们打架，还让人给我放了。你敢不敢把鞋给签了？不要啊，不要！操什么？你在干嘛？ 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难道就任由他们糟践龙耀吗？找出是他们雪莲髓出问题，我来救。难道想靠这个扳回一局？可是龙耀已经是他们的。是。什么龙川？ 这个臭小子居然牵的是龙帅，竟玩咱们！啊！不要，给我等着！龙耀，好小子！龙耀，从今以后，苏城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怎么回事？他代表龙耀去救那些失散的雪莲髓的人。 现在网上舆论全在夸荣耀，骂他们心慌。啊！小天啊，我们就这么完了？你给我赶紧想办法！我们就了。三子。
感谢吴总救我一命，我以后再也不贪小便宜吃大亏了。您多休息。啊，多谢吴总。大医生原先就是个骗子，就是他调换这批药材出现问题的。没错，这就是仓库的监控视频。什么？这不是贼喊捉贼吗？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周子贺，你卑鄙！敢不敢把完整的视频放出来？仓库的监控被你破坏了，我上哪里找完整的监控啊？这个龙药集团的吴总就是个下人出身，之前在钟家做段时间赘婿，又跟万家集团的安鼎在一起，两人夫道夫随，竟敢去丧尽骗人的事。奸商，替人血包子里吃的爱心吗？你血口喷人，明明是你们先绑架我，威胁吴阳签的合同。安小姐，你说这话谁信呢？现在可是法治社会。打死这两个草菅人命骗子！我看谁敢！上京至尊龙帅带走，何人敢造次？竟敢污蔑上京至尊龙帅的人品，要是想死，我现在就成全你们。让吴阳赶紧来南疆的仓库，把媳妇带我们走上。得罪了兴东集团，不让吴阳不逃。放开我，别放我滚！天哪，居然是这样，是我冤枉了吴总啊！你这个废物，为什么提行动？我老不让你教训我，不怪你，苏志东是你气的，我干死你，都怪你！上京至尊龙帅面前休得无道！请问至尊龙帅大人如何惩治二人？先救人。您是？这是龙药集团的董事长吴董，也就是最早卖雪莲髓的人。真是医者父母心啊，吴董，您担得起医圣这个名号啊？没错没错，刚才星通那两个冒牌的小人竟敢妄想抹黑吴总啊！就是他俩把咱们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咱们绝对不能放过他们。没错，别看了。事后我哼，老公，我现在越来越崇拜你了，我太开心了。开心什么呀？开心老天爷让我遇到了一个你这么好的人。钟灵，他又要做什么妖？吴阳哥哥，我就要死了，我想见你最后一面。哎呀，吴神医，你求求您救救我女儿吧。他不会又在撒谎吧？我当初之所以和他定了三年合约，就是因为我看出他三年之内必有大劫，我留在钟家的话就可以化解。可惜他们执迷不悟。你真是太善良了。像她那种心肠歹毒的女人根本不值得救。医者仁心是行医者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安安，走吧，我们去看看。吴神医，你果然来了。吴神医，我对不住你，不是我当初势利眼，做出了那些糊涂事，我问了高人才得知，原来您娶灵儿是为了给她挡灾。您当初是如何把他赶出陆家的？现在以为好言几句就能让吴神医治灵儿病了？安小姐，您说我们怎么做才行？跪下给吴神医道歉。安小姐，我母亲年事已高，恐怕……难不成你真忍心让我这个老太太给你下跪？不然呢？敢做敢当这个道理不用我教你。安小姐，吴先生，你们不要太过分。吴先生只不过是我钟家赶出去的一个下人，现在发达了，就不想认我们这个前亲家了吗？对，这要是传出去，会怎么样？你在威胁谁？不要，我就跟你说过，钟家的人良心狗肺，根本不值得救。你糊涂啊！我看你们钟家根本没有搞清楚状况，现在究竟是谁在求谁办事？吴神医，吴神医，吴神医，我母亲年事已高，我就替他跪了吧，求求您救救灵儿。
当初是谁把吴神医赶出钟家的？谁来跪？我陆平，平生从未跪过谁，想让我下跪给一个下人，做梦！我可怜的孙女儿，灵儿，妈，您就跪了吧，灵儿马上就撑不住了。请吴神医救我孙女一命。起来吧。唯一。吴神医，那怎么办呀？怎么回事？你说又有鬼人了？灵儿，灵儿，爸，外婆，灵儿，吓死外婆了。不要，你还是来了。灵儿，又是吴神医救了你，快，谢谢吴神医。婆婆，你又在胡闹什么？灵儿刚醒，你就打他，你怎么当爹的？灵儿刚醒，你就打他，你怎么当爹的？都是你这个贱女人！如果不是因为你，吴阳哥哥现在是我的，罗阳集团也是我的。你疯了吧？是你们把他赶出钟家的，竟然怪我！你住手！你再动他一下试试。不要，哥哥，我们不分的，我一定好好跟着你。滚！这个女人有什么好的？红颜祸水的狐狸精！你再说我老婆一个不字，我废了你！没有，哥哥，我们真的没可能了吗？我现在看你的样子，真的很恶心。安董，十年一度的医术研讨会今年在上京举行，主办方邀请了您。去吧去吧，多好的机会啊，正好我也想去上京玩玩。那就订明天的票吧。时间不早了，咱们回去休息吧。好啊，先去吃点好吃的。你就是苏城最新杀出一匹黑马吴恙，我还以为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今日一见不都和我们一般大吗？你凭什么坐在教授的位置啊？吴教授，你的名声不会是花钱买来的吧？听说吴教授是一个成功的商人，经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还美其名曰什么只论黑白不论强弱啊。能说出这样的话，能做好医生开什么玩笑？我当医学界的医学生都是什么德高望重的人，没想到竟是一群人云亦云的俗人。这位小姐，你是哪位啊？这儿还轮不到一个对医术狗屁不通的人讲话。吴恙先生的心性和医术由不得你们三言两语就断定。王同学，你倒是说句话呀。我还是说正事儿吧。假清狗，哼。说够了吗？说够了，我可以进入正题了吧？我倒要看看你个毛头小子能有什么本事。刚才看到手中的资料，我们发现 traumatic brain injury 创伤性脑损伤所带来的情绪，这一传统心理学上的认知是有可能因为患者的本身大脑上的生理变化从而导致的。因此，我们发现这一变化。生理变化，你在这儿放什么屁？二十年了，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患者治疗过程或心理变化导致的，你有什么依据在这信口雌黄？就是听你的话术像是江湖骗子。二位同学，你们家里人没有教过你们，
听人发言要等人讲完吗？我说你这个黄毛丫头，什么都不懂，在这嚣张什么？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可是医学生里的泰山北斗，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知道王同学为什么这么气？他不一直这么假清高吗？就是，自诩与众不同，穿着学者的迂腐架子。就凭你们几个，也配提泰山北斗这四个字？你是什么东西，敢质疑我们？王同学就是 TBI 患者，你不知道吗？你怎么知道？根据研究结果的指导，我们同时制定了对 TBI 患者的伤后情绪识别干预措施。患有 TBI 的人可能在 TBI 后维持焦虑感，所以出现焦虑可能会带来别的认知功能障碍，例如情绪识别能力。与积极情绪相比，患有 TBI 的人识别愤怒、恐惧、悲伤会比常人更难，所以不是王同学自诩清高，是他根本就识别不了情绪。王瑶，你怎么连这个都不跟我们说？我本想着这个病不妨碍我继续研究，我怕告诉你们，你们捅到组委会那里。在你眼里，我和刘同学都是这样的人吗？王瑶，你什么意思？哎呀，哎，你上我这小子的圈套了，那肯定是在挑拨离间我们。你是不是想让我们互相残杀，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呀？不是这样的，他用不着使这些把戏。他的研究发现很厉害，今年的奖肯定是无恙的了。怎么可能？那个江湖骗子。就是，你那些实验报告是不是做假的呀？刘同学，造谣可是犯法，你不想落个仕途不保的下场。好吧你！哎，刘同学，叫救护车！这是急火攻心，伤及心脉了！你干什么？这可是一条人命啊！你别闹了！你闭嘴！无恙神医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这针法，吴卫是你什么人？家父。果然，真是龙生龙，凤生凤。我以为学术界再也无人能超越吴伟成就了。怎么可能？你爸是吴伟？你救了我，我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这可是吴伟的儿子。吴伟都隐退多少年了，他的独门绝技都失传了，怎么会是吴伟的后人？就是啊，冯同学，你别是看走眼了，这小子怎么看都像是个江湖骗子。你个小混蛋，吴神医刚救过你，转头又污蔑他。你个死丫头，居然敢骂我。来人啊，打人了，这有个江湖骗子在闹事儿啊！把他们轰出去，轰出去！吴伟曾做过我父亲的导师，我父亲从小就给我看过他的教学视频，那针法我怎么可能会记错？好啊，王同学是帮手，你们要合伙起来欺骗学术界，欺骗组委会吗？且慢，还有没有规矩了？这次研讨会怎么什么阿猫狗都能进来啊？我看你怎么洗脱，你是个江湖骗子。刘同学、李同学，今日起取消二位评奖资啊！明明是无恙实验数据造假，禁用一些江湖骗术。刚才在座的所作所为我都看在眼里，您和刘同学品行不端，德不配位。我已经辛苦全完了，全完了！哎，不，给吴神医道歉。是我虚荣自大，是我不敢承认自己技不如人。对不住了，吴神医。李同学，有空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的胃。你怎么知道？神曲入药，健脾和胃，每日一次即可。神医果然好气度，我李某无颜面对在座的各位，先行告退了。别装傻，快给吴神医道歉。道歉？在医学界，我刘某还没服过谁。刘同学，您虽然被取消了评奖资格了，我劝您还是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吧。您不会想被学术界除名吧？刘同学，如果你是为了名利才留在学术，那才是学术界的耻笑吧。你已经是医学界的巅峰了，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追名逐利忘了本分，确实不用在学术界待了。你好大的口气！你也想给我指手画脚？大人，今天乃上京龙帅大人。他是上京龙帅，我还是上京至尊龙帅呢。放肆！
帅大人，如何处置此人？把他除名学术界，永生永世不得接诊。是。等下就让他这么走了。吴小兄弟，我知道错了，饶了我吧。你敢称上京至尊龙帅大人小兄弟，我看你活腻歪了。吴神医，至尊龙帅大人，刘某知道错了，求求您饶了我吧。带走。辛苦你了。至尊龙帅大人，我一定会保此事，给您一个交代。我刚来上京，还没好好逛逛。你想去哪儿？我愿意陪你去。想吃啊？嗯。那你在这儿等我，马上就回来。不好吃？不是，特别好吃，特别甜。是吗？我尝尝。你干嘛？突然对我大呼小叫的。你为什么瞒着我？你怎么知道的？这个季节上京的糖葫芦都是极酸的。我感觉我的五感已经慢慢退化了，本来是闻不见味道，今天眼睛也看不太清楚。我本来是不想和你来上京的，但是我很害怕，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见你最后一面。但是我很害怕，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见你最后一面。怎么会没办法？我不是第一神医吗？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多久了？我问你多久了？大概三个月，医生说我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跟我走，跟我走。你干嘛？我这个病已经没有治疗的必要了，神仙来了都没有用。你怎么知道神仙来了都没有用？你什么意思？你先跟我回家。先跟我回家。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我就是神仙。我知道你着急，但你也不用这么开玩笑吧。别说了，躺下去。这就是上古神力的感觉。你是不是疯了，无恙？怎么回事？你又动用亡灵之气了？你知不知道你用这歪门邪道会让你入归墟之境，万劫不复的？你知不知道上古神力和亡灵之气一起动用是逆天道而为啊？不要，不要，你醒醒啊！我说了不要让你这么做，我到底怎么做才能救你啊？被拖去了归墟之境，驱使亡魂办事是要偿还的。被亡魂拖到那个地方，三魂七魄就会永远困在那里。什么？意思是说，他会一直昏迷下去？一定有办法，对不对？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所爱之人每日为心头血，日日夜夜呼唤他的名字。我明白了。
无恙，你听得到我说话吗？你说过你会娶我，你一定会坚守承诺的，对不对？无恙，三年了，你知不知道我把龙耀集团打理得很好？你快起来夸夸我呀！无恙，我好想你，你什么时候回来？无恙，无恙，你是不是听得到？无恙，你快回来啊！无恙。你终于回来了。你是？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三魂七魄不全？不要，你别吓我呀，我经不起吓了。真美。好啊你。你一点事都没有了，